哦，哎呀，我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还想跟我抵赖呀你？你看，一方，一方不就是一两吗？什么一方？你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王爷别急。怎么回事？ 字据上写着花太师认罪的自白书，他上赖账，咱上京城告一状去，一告一个准。师爷，无赖！你这个无赖，我要到皇上这告你御状去。哎呦，王爷，你念一念，你再念念吧。啊，念一下，念念。祸福凶吉时难良，太师宁府烧书房。 本要对簿在公堂，又恐谣言翻高墙，赔银一万冤不冤？以示宁王，帮大忙。如不赔偿，枉为人，从此红妆做女郎。听懂了吗？证据确凿，已经认罪了。哎，有什么话好说吗？王爷啊，那这几个字连起来，你再读一读，难不成能读出个大天来呀？对，嗯，跟着念。实在冤枉，怎么实在冤枉呢？你王爷，你要是拿银子，你就拿着；如果你要是告状，老夫也不拦你。可这上面明明白白写着，我是屈打成招的，皇上看了还会信你吗？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你这老东西，老东西！ 今天在这里要不到钱，回去跟你好好算账。哎呀，师爷呀，那个字据从一万变成一方，真的不想说。啊，最可恨的是还暗含藏头诗，你说吧。 我养你这么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在贪污我的钱呢？怎么贪的，就怎么吐出来。想喝一口吗？嗯？豆浆了。豆浆就不能喝了吧？ 老夫啊，给他加点冰吧。哎，啊，是。哎呀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铛子，这杯酒，老夫敬你。啊，谢谢太师。嗯，铛子啊。 这次要不是你出手相助，老夫我现在还被那宁王当兔子养着呢。哎，这感激之情不知如何言表啊！哎呀，华太师您太客气了啊！谁让唐某跟华府那么有渊源呢？是吧？那本来就不是外人嘛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外人。要我说，简直是亲如一家，啊？对对对。 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一家人，秋香，真香，是老爷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月明，明天下，秋香，香人心。美啊，月美酒美，人更美。公子过奖了。 唐公子，你真有才华！哎，啊，唐公子啊，哎呦，老夫啊不胜酒力啊，今天有点喝多了啊。秋香，好好陪一陪唐公子啊，看看月亮啊。石榴，咱们回去，我也去好好休息。不舒服，就早点回去休息。老爷，我不回去。哎呀，石榴，饿了啊。 老爷，送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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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看月亮啊，回去休息吧。老爷，慢走啊，太师。坐吧，秋香姐。
谢谢唐公子。走走走走走。真好看，是吧？这位公子很有雅兴啊，不会怪我今天来晚了。花魁今天这身衣服真是漂亮。是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来。公子，这画我还是不要了。啊？秋香都不如一个青楼女子。啊？秋香失礼了，唐公子，秋香告辞了。哎，秋香姐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哎，那个衣服啊，其实，哎，秋香姐，还不睡啊？石榴，你说月亮都圆了，人什么时候能圆呢？哎呀，你还在想那个杨王子啊？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二呢？不许这么说我的王子，我远隔万里都能闻到他的贵族气息。哎呀，你的鼻子可真灵啊。哎，可是我觉得怪怪的呀。你想想看，上次你出那种洋相，心里还念念不忘的，你犯得着吗？那是因为他不懂大明国的文化，如果慢慢的教他，他就会懂了。而且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没有国度之分的。石榴，你能不能再帮我送一次信啊？还要去啊？当然要去了。哎呀，别去了，洗洗睡吧。石榴，为了你和唐公子的幸福，你去不去啊？哎，一定去，现在就去，马上去。黄来世。石榴，你这么晚干什么？哦，哎呀，我是来问问你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是说秋香吗？对呀。你说秋香喜欢我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丝绢都送给你了，鸳鸯戏水懂吧？鸳鸯戏水不懂。哎呀，到底是个西洋人，怪不得秋香要对你进行国民再教育。哎，那一次我以为你邀请我去打猎，所以我看到羽毛就开枪了。我没想到会误伤到秋香。哎呀，真是个榆木脑袋，一点也不开窍。哎，直说了吧，我们秋香喜欢你。哎，你喜不喜欢秋香？秋香喜欢我？对呀。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。我突然太幸福了，让我有个思想准备。哎呀，那就好，我们到时候会请你去国学再教育的，看你是否可以托付终身。我很喜欢中国的培训，我很喜欢上课。努力啊！当然，不要让我们失望了。我要上课。真的很好看，会不会太艳了？不会，多漂亮！真会说话。你再看看，再看看，也挺好看的。哎呦喂！对对对，这个头，这个脑袋吗？是是是，你可以试试。谁呀？不好看不要钱啊。你看这个怎么样啊？我来试一试。这个色好浅呐，有没有比这个色深点，比刚才那个色浅点，中间那个色啊？我去给你找找。哎，麻烦您了。没
还装纯，真恶心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原来是个人妖，我要吓死我。太恐怖了。哎，美女呢？走了呀。走了。对呀。公子，你又来干嘛呀？那还用说，我是来找李花魁的呀。行，你找花宝啊？给钱。哎呦，我这儿可有比银子更值钱的东西。嗯，擦啦！什么呀？别动！哎，你想干嘛？这可是洋玩意儿，可值钱了，可名贵了。这个可比金子还要贵呢。而且还有神奇的效果。嗯，好了，自己照镜子看看吧。啊，好漂亮啊！啊，真好看！哇，是这个红唇是我吗？我问你啊，我现在嫁人还有人要吗？有人要，有人要。看到没有，就是有这么神奇的效果，不仅可以返老还童，而且还可以红颜永驻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很值钱吧？哎呀，咱们都是自己朋友，何必钱不钱的，多生分。伙计，等一下。这点啊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，你可别忘了，很名贵的，这么一点点就相当于拳头这么大的黄金呢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嗯，我要找个檀木匣子收好它。哎呀，祝公子，你要见你的花宝宝吗？那你请，你请。好好好好。妈妈，你们快招呼客人呐！妈妈，给我给我。美。太美了，美轮美奂，美妙绝伦。祝公子，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对我真好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都是你的。花魁，我哎，祝公子啊，这是我收藏的极品龙井，我自个儿都舍不得喝，今天我豁出去了啊，给您沏上了。谢谢您啊，老妈子，这儿没您什么事，您出去吧。啊，谢谢您啊，有劳您了啊。哎，走走走，没什么事您就别进来了。哎，花宝宝，我行了吧，还说什么专门送我的，我可看见了妈妈的嘴上，都撅成这样了，比我还红呢。我要不分他点儿，他不让我进来啊。我不管，既然你要对我好，就要送我独一无二的东西，我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。行，只要我有，应有尽有，你说吧。你说的啊。嗯。现在呢，洋装也有了，也有了洋口红。我还要洋人的长睫毛和黄头发。这长睫毛黄头发，这哪儿弄去啊？哼，弄不到啊，那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别啊！只要你要，我就能弄到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啊，我现在就去，我现在就去啊，等着啊啊。哎，祝兄，你怎么了？被人打劫了？情人节。情人节？当铺？啊，你不会是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拿去当了？就为了博那李花魁一笑吧。哎，为博美人一笑值啊。
哎，咱们俩这可是四两对半斤呐，你这该不会也是为博美人一笑吧？哎，同病相怜呢，看来只有你知我知，不足为外人道也啊。嗯，哦，可能外人也知哦。哎，你们也在啊？你这日子不过了呀？不过了，我想好了，这要能换来武功秘籍称霸武林，这点钱算什么呀？哎，文兄更厉害，现在都敢偷老婆的钱了。这怎么叫偷呢？这本来就是卖画挣来的，拿卖画挣的钱去换更感兴趣的画研究，这理所应当嘛，是不是？嗯，两个为红颜，一个为武学，一个为了画。哎，看来我们是要去同一个地方喽。哎，那就废话少说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，穿成这样也敢出来？135号到135号，进进别了，快快进！我媳妇买东西呢。哎，好妹子，哎哎哎哎，今天的号已经放完了，要买洋货的明天再来啊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啊！哎，回吧啊！哎，你们这都有号了？没号了？哎，卖号了啊！卖号了？没号了啊？哎，没买到号的进不去啊！兄弟兄弟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几位爷，要号啊？巧了，我跟你说，马上就排到4号连在一块儿呢，一张号1两银子，1两。以前这个店挺冷清的，怎么现在这么火？哎呀，这位爷，您可就落伍了啊！现在这是苏州城最热闹的地方，改洋货铺子了。这年头，你手里要是没1两件洋货啊，你走大街上都抬不起头来。用硬气力的话来说啊，就是你们 out 了。哦，这么一个洋货铺子里面没有洋人，这王掌柜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洋货生意好，王掌柜人这是把洋货铺子入了洋人的股，不要急不要急，跟着做洋货生意。买号要趁早啊，不买我这号你们今天是进不去了。要要要要要要，4张4张，要买4张是吧？对，4两银子啊，4两银子。哎，快拿钱。没零钱呢。啊，你，哎呦，我眼睛进沙子了，帮我看看，帮我看看啊。哎，就这儿就这儿，我没钱，我钱呢？行了，就这儿，帮我看看，帮我看看。哎，没事吧？哪有沙子？哎，我这一共就这么点银子，你给要买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进去再说再说，走吧走吧走走走走，快走吧。哎，看那个，哎，这个东西，哎，这件不错啊，这是洋人的痰盂吧？是吧？哎，欢迎光临，好久哦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哦，尊敬的各位客人，欢迎各位，喝点咖啡。咖啡就不必了，实在受不了那个味儿。哎，给他喝吧，他练功需要增加内力，我们喝茶就好。你说是吧？啊，哎呀，华先生是这样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几个来是想买点东西，买东西。我们这里的东西都可以卖的，说吧，想买什么？我呢，就想画一幅仕女图，所以就买一套像达姑娘这样的洋装，回去参考参考。我要这个睫毛可以变长的那个东西啊！哦，我有。我还要一幅你们这儿的洋画，我想回去研究一下。我就要这个，我跟你们说，打败各大门派，这个行头非常重要。我看你这刀枪不入，我就要这个。好的，四位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格打一个八折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大名人喜欢八，就是发，吉利嘛。没错，那是不是你给我们说个价呀？等一等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的八折，你商量什么呢？这还商量啊？这他们干嘛呢？干啥？这听不见呢。2000，算好了，打完八折之后一共1320。20两啊！20两，这太便宜了，合起来了吗？才20，也没多少啊。等一等，1320两啊？什么？1000？我们卖的很便宜。不是，这些东西这太离谱了吧？1320两，包括洋装400两，非常漂亮，还有油画。500两哟，盔甲
400两，四百两，加睫毛就便宜，给你20两。不是，这涨价归涨价，你又涨成这个样子的吧？是不是？我上回买那个洋装才10两银子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太傻了。对，我就是个笨蛋。这样吧，你的那条裙子再卖给我。不是，我啊，300两。我才不卖呢。这东西已经给李欢了。哎，别，咱们别着急。稍等啊，怎么办啊？刚才这进来的时候银子都花了，这钱不能白花，咱们就走了。对呀，怎么也得弄点东西啊。就是不能就这么回去了。商量一下啊。你，你看这钱也不够啊。就是衣服都当了，这点钱我们要的不多。我就只有几百两，也不够啊。对呀，这买你的还是买我的吧？行了，我的。好了，那个我们要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个睫毛啊，睫毛很漂亮。不灵不灵。没了，我们只有100两。就这点啊，就这些。100两。等一等。我觉得100两太少了。这又上来上了啊？上的什么呢？这是都要。亲爱的文。问，我被你这种对高尚的艺术追求打动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可以亏本把这幅油画一起卖给你，20两，同不同意？好吧，同意了，好了，卖给你。行啊，这老板挺好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商量。商量，等等，他们啊，其实80两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不买也不行了。我们几个就让文兄买走了吧。不会的，况且文兄他是为了研习画技，其情可嘉，是吧？是吧？买了啊，多谢各位啊，行吧。那我们要了，要了。我也买了我的呢。不是你就算了吧。你说这盔甲我要是得不着，我不得在四大门派面前出洋相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徐兄，太贵了吧？不行，钱财是小，名节是大。我这就回去，把我们家祖田卖了。明儿我还来。不会吧？喂，徐贤弟。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为这些洋货都癫狂发疯。哎，名副其实的羊癫疯啊。师爷，多亏了你的帮忙，我们才有了这个住的地方，我们才有了发财的机会。你对我们都很好，这是我们给你的，表示我们的心意。哎呀，有在一起发啊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呀，以后你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师爷，恐怕事件不能昌了。我们虽然赚了不少钱，可是我们那些货物剩下不多了。哎呀，那还不简单吗？我明天就派车送你们去港口啊，你们再找条洋商船拿影子批货不就得了吗？No, 你不知道，现在的港口我们洋人用钱买不到洋货，因为中国的银子成色不好辨认，他们不愿意收，他们更喜欢中国的特产，运回欧洲会赚更多的钱。是，你提醒我了。既然港口的洋商喜欢以货易货，那这样你们剩的洋货就别按银子卖了，要买就只能拿中华特产来换，比如说啊，可以用高档茶叶来换烟丝，咖啡。对呀，
还可以用古瓷换餐具，用克斯华服换洋服。成，等你们换成了啊，再拿这些到港口换洋货再回来卖，这不是两边挣钱吗？太好了。按你的意思说，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。正是啊。我们听你的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贤弟啊，那盔甲是一身行头，可这田却是你祖传的，怎么可以说卖就卖啊？啊！哎呀，堂兄，你不知道啊，人活脸，树活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西洋盔甲那是我在武林界的一个脸面。哎，这祖田算什么呀？为了武学，我可以倾家荡产，你信不信？你别拦我啊！不是，那个华莱士，这个呢，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400两吗？银票给你，这个、我买了啊。亲爱的徐，对不起，我非常抱歉，现在你的银子买不到我们的货物了。买不了？对，为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的今天刚刚改的规矩，我们现在只接受以货易货的方式，不能收银子。以货易货，不收银子？对，只收货物，不收银子。这是什么规矩啊？这是？哎，让一让，二位请让一让。你请上座啊。哎，你要看上我们这什么洋玩意儿了，尽管吩咐啊。我是个粗人，不懂什么洋玩意儿。那个纸筒子多少钱啊？哦，您说那个？哎呦，那个可不得了，那叫千里眼，能看到几里地以外的东西呢。那好啊，我岂不是坐在家里就能监督煤窑厂的工人挖煤了？对呀。哎，你看价，我要。好。南爷啊，哎，人家现在不收银子。收咱这儿的特产，特产哎，有啊，来啊，哎，王掌柜，哎，你看看这个东珠，这些洋人还入眼不？东珠，啊，哎呀，哇，太入眼了。入眼吧，入眼了！哎，赶快把那个千里眼给南爷包上。哎，南爷，你今天这银子花的真叫个值，值！对呀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您慢走。哎，徐贤弟啊，你们家有没有东珠啊？没有啊，老母猪倒有两头。那有没有煤窑啊？那更没有了，煤球倒有两个。没有就好，没有那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。走吧，人家不收你银子。不是，哎，走吧。怎么回事？我这卖都卖了。哎呀，省省吧，快走吧。做规矩这是。睫毛说长就能长。哼，朱公子，哎，你说我美吗？美，全身上下都特别美。嫦娥看到你的美，月宫不敢迈出腿。昭君见到你的美，在外终老无颜回呀。这么说，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。那朱公子你呢？我嘛，愿做一只相思鸟，就在你头发里面做个窝，天天在你耳边轻轻唱情歌。嘿嘿嘿，花宝宝。这可不对了。有什么不对的？在你这儿什么都对，错的也是对的，黑的也是白的。我这头发不是黄的，那就不对。我要金头发，我要洋女子那样的金发。哎呦喂，这洋装有了，睫毛液也给你买了，至于这金头发嘛，哎，我觉得还是黑色的好，中西合璧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这行了吧，还中西合璧呢，其实就是土不土洋不洋的意思，怕是得有人说我东施效颦了。让他们说，反正我不在乎。我在乎，你要是给我弄不来把头发变黄的法子，这屋的门你是别想再踏进了。哎，花宝宝，
我都给你买了两次洋货了，你还不知足啊？朱公子，您可超时了啊！您自己走不动，要我找人抬呀？不就是金头发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我来想办法，全都包在我身上，只要你高兴，来亲一个。朱公子，你可真的超时了，你要再不走，我真的找人抬了啊！赶紧的。咱这下回一起啊，告辞了。者为我心忧，不知者为我何求？还为我何求？夫人，你装什么呢？我问你，家里的油呢？我前两天才赊了两斤菜油，怎么今天就见底了？夫人呐，这《礼记》有云吧，君子远庖厨。灶台上的事儿，我是一直不甚了解。既然没油了，你再去赊一回便是了，何必打搅我读书的这份清雅呢？哎，夫人，你看，厨房都快着火了，快去吧！啊，我还要用功呢。这君子就不用吃饭了，你就是伪君子。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读书呢。好啊，你个文征明！我说今儿怎么那么邪门？我的油在这儿，我刚织的布也在这儿，你干嘛呢？夫人，你可慢点发作，你误会我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全都是为了艺术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。眼熟啊，这是我吗？哎，这个是西洋画吧？哎，洋人怎么会画我呀？你再往那儿瞟瞟一眼。我那衡山居士。哎，相公，你画的我呀？对，哎，夫人，来看看这画，这可是我近日购得的西洋画，我是日夜的揣测琢磨，终于通晓了其中的奥秘。哎，这西洋画吧，又称是油画，是调和各种油脂和颜料在布上作画。哎，你这样，咱们近看，是一大堆的色块，可远看呢，却惟妙惟肖，画山是山，画水是水呀。这画人也是美人。哎，你就是美人吗？这么说，你是学会新的画技了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赚大钱了？夫人，此言差矣，这我都研究过了。这西洋画吧，它是充满了匠气，真的，它以形似为追求，是处处的着色，笔笔填实啊，跟我们的水墨丹青根本没法比，少了那份意境和神韵。我想啊，这画肯定没有人喜欢。既然我已经通晓了其中的技法，那留着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就让它从丹青中来，再回到丹。这画你不喜欢，我喜欢呀。你给我裱起来啊，就挂在书房里，我让你时时刻刻都看着我，就这么定了。其他的嘛，我拿走了。拿走？啊？干嘛去啊？哎，这都是你用我的香油跟布弄出来的，我怎么着也得把这本儿给赚回来吧。再说了，现在街上正流行这个西洋画。这都是次品啊，这。哎，没事没事，给我了，记得裱啊。哎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那上面有我的印呢，我丢不起这人呢。夫人，哎，别说是文征明画的呀，记住了呀。唐公子，唐公子，哎呀，秋香姐，唐公子，你找我啊？我今天呢，专门给你带了一份有洋味的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猜。洋裙子。差不多。真的？哎，我给你看看吧。看看。哎，你看啊，这是杨桃啊，
这是不一样的杨桃，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。啊，你尝尝，尝尝吧。我不喜欢吃杨桃的，太酸了。这个不酸的，这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，很甜的。来尝尝看吧。嗯，我喜欢羊裙子。我知道秋香姐你很喜欢上次那条羊裙子，就是那个死人祝枝山把它给抢走了。后来呢，我就跟那个羊姑娘问她有没有另外一条，结果呢，全苏州城就剩下她身上的那一条了，不管我出多少钱她都不肯卖，这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也就不勉强你了，只不过是那个裙子好看，秋香喜欢罢了。大家都来看看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我看看，给我这个来看看。汤公子，你不是说羊裙子已经没有了吗？不会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不如一个青楼女子，现在可好，连一窝都不如了。不，这汤公子，我好伤心啊！哼！秋香姐，哎呀，这为什么？夫人，咱是不过了吗？是不过了，咱们以后啊，再也不过那种穷日子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那些西洋画都……这些好吃好喝的都是你那些洋画换来的，100两一张，我半个小时就卖光了。卖完了？啊，哎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呀，都是别人给的定金。这个。这些充满匠气的西洋画都这么多人拥趸，那现在人的眼光真是难以琢磨呀。哎呀，什么品味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一个羊字，你知道现在苏州城最流行的是什么？什么羊烟、羊酒、羊口红，还有你那个羊画。哎，我仿的画怎么就成羊画了？我还签字盖印了呢。哎呀，这不是问题，我打听好了。那个洋画呢，它不是用裱的，是拿那个木框框往上一框，框完了，谁知道是你画的呀？那这就更不行了，这欺世盗名的罪行，我文征明可担当不起，我得拿回来。这失财是小，失节是大嘛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家里面谁大谁小。这家里当然是夫人最大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喝汤，趁热，来，好喝啊！我还没喝呢。好喝，真好喝。知道这是什么汤吗？羊汤。啊，那懂了吗？懂啊。哎，喝羊汤好画羊画，跟上次对对联吃莲藕是一个道理。明白就好。那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？知道啊，一天十幅西洋画，少一幅不许吃饭。嗯，那你还不快去画呀？嗯，好嘞。
就传说中的西洋武术秘籍吧。你看看人家这俩人啊，步步暗藏杀机呀、啊。这我得到这个，我不用盔甲，我也能称霸武林啊。嘘，别吵了，小点声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喊什么呀你？老实点啊！哎呦哎呦！醒了？醒了。你是谁啊？不是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是那个鸟吵你。我来的目的呢，就是帮你把它摁回去。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是小偷，不要走。你是小偷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不愿意了啊！谁是小偷啊？说谁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蹦，别蹦了你。不，你看看我这造型，我这气质，能是小偷吗？